各位投资者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，我是阮馨。这个台北股市在今天中场是收红的，不过呢盘中看起来真的是险象环生啊，尤其你可以看到今天透过拉抬台积电的一个方式，早盘有很多先前的这些所谓的 5G 的一个受惠股，包括整个 PCB 族群，华通啊、新兴啊、南电啊这些股票呢，其实早盘都跌得东倒西歪，但是甚至包括这个什么3105的稳茂，或者包括8086宏杰科，好像都有类似的状况。不过呢，在收盘之前，哎，好像有点状况好转了。我今天标题叫做“吃苦当吃补”啊，你不是第一次看到这个标题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一向一向来跟大家讲，对不对？一向这个在操作的模式来跟大家报告，我不是在做电视绩效的，我不用今天看到什么股票涨停板，我就跟你介绍哪一档股票。今天一定很多人介绍嘉登，其实呢，更多人可能礼拜五就介绍过了，对不对？那干我什么事啊？我能够在11月18日哦，没有记错，没错嘛，11月18吧，对不对？18嘛，哦，11月18应该是11月18吧。我能够在11月18日当天，我告诉你，我建议我的会员买进茂林。当天没有人敢讲，我相信当天一定有人这么跟我一起，跟我一样这样做的，但是他们不敢讲。然后呢，涨了四成之后，跟你讲，哎，你看，你看，我们拿出来，我们也买茂林。那没有什么，你知道吗？那真的没有什么。我等一下来告诉你，我今天怎么带我会员来做操作的。首先，一开始我们回到这个电脑的画面，投资朋友，这是11月28日嘛，对不对？29日我没有上节目，29日我去录非凡的股市周报。我昨天晚上也把我在股市周报讲的重点来跟大家报告。我讲日本大真空，对不对？我讲 5G 手机呢，其实怎么样，已经开始在热身了，对不对？那这是28日的，我们在讲什么？茂林巴菲特嘛，投资朋友。好公司遇到坏消息，你本来可能只能赚两成，对不对？因为他这个坏消息下来，让你变成能够赚四成，你要不要赚？我请问投资朋友，对不对？这是我们那一天写的东西，我不要再念一次了。反正今天的消息也是一样，还是一样。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，有人传出来啊，说现在怎么样？谈判停摆了。哎，那又怎么样？我请问你，影响有很大吗？今天亚股都是亚洲股市都红的，哎。拜托，今天我刚看，没有记错的话，不知道是日本的韩国涨1%啊，那给他洗狼哥，对不对？谈判不是说停摆了吗？随便你，好不好？那你，我要跟大家讲，就是大盘跌下来，个股跌下来，它能够怎么样拉大我们的获利空间？就像茂林一样，或许你之前只能买在99块到100块，可是能怎样？它压下来93.5啊。结果到了高点132.5，对不对？报酬率高达41.7%，甚至你可以看到，投资朋友，就算到今天收盘124.5，你还可以赚三成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同样的情况，这是我今天的研究日志，我拿出来给各位投资朋友分享。这给大家积累，没有错嘛，对不对？指数我是没有改到，哦，没有，指数我有改，对，指数我有改，对，我都有改到，投资朋友，那我盖点，我说今天台股。对不对？开高走低，尾盘拉高。全指股台积电、台硕撑盘，投信先前卡位的 5G 族群在早盘杀得东倒西歪。元大那一场号称什么聚焦 5G 主题的，对不对？元大全球未来通讯基金 ETF 哦，发行后到现在，整个 5G 股啊开始疲弱了，好像又中了发什么基金啊就死什么的魔咒。你可以知道吗？发泰国基金，泰国就会崩盘；发中国基金，中国就会崩盘。你说投信会不知道吗？当然会知道啊，但是你那个时候你去募集这个东西，你最好募集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都在兴头上嘛。最近大家都在讨论富邦 VIX， 真的是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什么我早就叫你不要买富邦 VIX 等等的，不要那边马后炮，好不好？没有意义啊，很多人已经快挂掉啦、啊。有人从10块、8块、7块、20块钱一路买下来，对不对？现在怎么样？没戏嘛，半条命啊。你早就挂掉了，那是什么要讨论的？我们来看看这一家所谓的 5G 的元大全球未来通讯基金。说真的，买这种东西要干嘛？你知道这种东西它怎么样？它透过不断的调整组合，光是手续费它自己都赚翻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跟大家讲，台股量能萎缩有一个原因是什么？和润冻结了523亿的资金。我有跟大家讲过，我公开在我们的节目，在我的粉丝页建议大家赶快去抽和润，有40000多张。你打 TV 店，你们枪花甲崩。你抽得到的话，投资朋友抽得到，你现赚将近10万块嘛，对不对？6592没有错吧？
还不现在不到十万了，最近掉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大家讲过，我觉得这个价格不太合理。我讲了，这价格不太合理。我认为它的合理价格在120到130元左右。为什么？我用587来看的、啊，我用中珠来看的嘛。中珠的股价，中珠赚的大概是和润的，比和润多50%应该有吧，对不对？中珠前三季8.65啊，我们就看前两季好，5.74。那和润呢？和润上半年赚4.55啊，大概哦前哦，我们就哦前三季好了，就差不多4.55跟什么？跟8.65，对不对？差快50%。所以我说真的，中珠我觉得和润没有那么大价值。所以呢，我认为它的合理价值在120到130附近而已。所以你赶快抽到之后，第一天就卖掉了。但是我相信有些法人一定会去建立持股。你看到最近有人买不到和润，去买什么？去买这个？去买和泰车啊？我觉得这更没有意义，你知道吗？你如果想要去买和泰车，你还不如去买什么？你还不如去买裕日车。我这样跟大家讲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些人没有办法、啊，对不对？法人喜欢裕日车，法人怎么样？法人也喜欢和泰车，你就喜欢就给你喜欢嘛。那你要买这些股票。对不对？你还不如去赞助这个股票272729瓦城，好、哦，这我都讲完了，好不好？我没有教会买这些股票，因为成交量太小太小了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我说有低点才能够拉大我们的获利空间，我又不是阿姨，不是我阿姨啊，对不对？我也不是阿中面线，每次只要高档买进，告诉你我们这一段赚多少，投资朋友，前一阵子阿中面线那边一直告诉你他们多看好6438一定上100，然后怎么样停损出，对不对？笑都笑死人了，一堆股票，我想我不要在那边举例，什么延通那都不知道干嘛的，延通三连，我不知道是不是喷到天上去，那我都不知道。我真的希望他们赚大钱，甚至包括你看到这一档，你好好抱住，把它抱牢特抱牢，然后怎么样？低档能够买，像今天最低多少188，我今天没有出手买建策，我已经跟大家讲过我们最后一个买点在哪里了嘛。对不对？你把它爆了，我就会赚钱。结果，哎，建设这一段大涨里面还有人赔钱啊，到底是程度有问题，还是头脑有问题，还是头脑去怎么样，需要开一个洞呢？脑洞很大，对不对？这我不知道。明明爆了就能赚大钱，结果你们竟然能赔钱，我只能说程度跟我差太多了。哦，你祝你们自己好运，这与我无关，好不好？和润嘛，刚讲的，对不对？冻结了523亿元。冻结523亿元的资金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冻结523亿元资金，和润不是我要冻结，但是我也跟大家讲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和润真的可以抽，抽到赶快卖掉，运气好赚10万，运气不好还有7-8万可以赚，对不对？很多看我节目投资朋友，很可能月薪还不到7-8万呢、欸，对不对？多赚一个月的月薪有什么不好？可以吃一顿大餐或干嘛的，哦，对不对？这 OK 的，好不好？这种你抽到不抽到，我也不会算在我的绩效里面。因为你看到像茂林、像宏杰科那种，我们绩效都已经好到爆炸了，对不对？建策，哦，我都不用跟你多讲这些东西。投资朋友，我上股市周报，我说真的，我还是跟你讲旺宏。旺宏礼拜五怎么收的？投资朋友，旺宏礼拜五是一根黑 K 啊，我没有看错的话，哎，欧密码创新高之后的一根黑 K， 我没有在担心这个问题啊，投资朋友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外资是一路的不离不弃耶，外资一路不离不弃，没有错。礼拜五我们在录影的时候，刚收盘，我还没有外资资料，对，我只能告诉你说外资怎么样，从11月14日开始就一路的加码旺宏，没有错吧？对不对？11月14日开始连续买超，其实礼拜五收那根黑 K， 外资还在买旺宏，为什么？其实我讲过很多遍了，因为会员持股你都听我讲过，大摩看好 No Flash 涨价嘛。渴望延伸到明年第一季，目标价上看38元，现在旺宏才33块而已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没什么好担心的、啊，对不对？而且融资还大减了，你去看一看，融资真的大减，我没有骗你嘛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融资从9月份的高点，10月份的高点多少张？10月份的高点是9万张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一下，到了上礼拜有剩几张？上礼拜有剩64000张，也就是说融资少了多少张？融资少了2万5千多张掉。我这样讲，我这样算没有错吧？融资少了25000多张掉，对不对？礼拜五又不见6000多张，都谁买走了？李冠清吗？不可能吧？我不晓不晓有烂了，我手骨不晓用的啦，都被外资买走了。投信应该也有买，我们来看一下投信。我记得没错，投信也有买，投信也有买嘛，对不对？到底谁厉害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啊。
反正我们有赚，你有没有赚得到？我不晓得啊，我只跟大家讲过，记忆体这族群要开始复苏了。如果你以本益比来选择最低的一档股票，它叫做2337的旺宏，因为它单季赚了1块钱。那如果你要选本益比高一点，投资朋友，其实2408的南亚科也 OK， 只是这个价位，说真的，还不如去买旺宏。对不对？而且我也提到，旺宏除了记忆体之外，投资朋友，黑色星期五有两个东西很热卖，新闻写翻天了。一个叫什么 AirPods Pro， 另外一个叫什么任天堂的 Switch。那 Switch 很热卖呢，其实现在也估计说，因为 Switch， 因为任天堂去跟腾讯合作，所以呢，中国版的 Switch 啊，明年农历春节前要登场了，哎。投资朋友，当这东西登场之后，其实不管你买的是2337或3227，我告诉你，你都准备大赚了。中国以前竟然没有卖这些东西，其实这新闻不出来我还不知道，我就一直以为中国有卖。可是过去从去年到现在，你可以注意到中国开始连这种 Switch 这种东西都要卖了。当然腾讯可能赚走很多钱，因为腾讯帮我们代理进去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可以看到未来会对原相，会对什么？会对旺宏产生多大业绩上的注意呢？当然，我们押宝的是旺宏，好不好？我们押宝的是旺宏 ，OK 的，好不好？甚至当股票，投资朋友给大家看宏康，宏康礼拜五也稀里哗啦啦，真的礼拜五，不要说礼拜五，宏康今天开盘之后也是近期的低点，但它有什么题材？其实我讲过了，5G 商转，对不对？基地台跟智慧机的晶片，第四季的需求增加了。检测订单旺，先进制程发酵，明年营运渴望优于今年。还有包括什么？他说先前台积电7奈米部分有些检测他自己做，但是5奈米会有一些订单 release 出来，而且他这样写的嘛，毛面膜这样写就是试出来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包括海思的手机基地台的一个晶片检测都宏康包，他以前有一个竞争对手，你还会担心竞争对手会不会抢他单？他叫怡特，拍谁？怡特上海厂已经卖掉了，真惨。其实我说真的，怡特。我们会员赚了不少钱走的，我对怡特还是有点感情的，你知道吗？怡特以前啊，还有跟什么跟什么德凯合作，那德凯是欧洲的那种什么汽车检测还汽车什么的大厂。你去看那些，我有时候会看那个 MOD 会播那种欧洲的联赛，德凯都有赞助啊，什么什么这个 D 什么什么的，德凯都有赞助。你看一家公司搞成这个样子啊，对不对？当然人家对手趁势而起。对不对？今天盘中很低，怎么办？投资朋友，今天盘中很低，会员有问我，我说怎么样？买啊，当然是买啊，回到你的买点，你还不买？当时我们就建议大家买在80到81元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大家解释哦，投资朋友，今天我们一大早10:12就跟你解释了，我说什么？星星、宏杰科今天跌很重，但我觉得长线看法不变，闷还的。但是我也跟我的会员讲一句话：如果你觉得这些公司它跌下来，影响到你的睡眠了，因为这都赚钱的啊，你忙一卖一卖，好不好？与其睡不着，你不如少赚一点，对不对？与其睡不着，你不如少赚一点，这是我一直告诉你的重点，对不对？同我包括你看宏硕，哎，上次对不对？我们上一次买点在209，这一次回到207到208，投资朋友，说真的，这种股票我敢叫会员买，我真的不敢叫会员买这种股票，真的不敢，不代表他们不好，好不好？不代表他们不好，他们好得不得了。我在我们节目跟大家讲过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能乱比啊，对不对？嘉登做什么 ？EUV 的光照盒啊，做到被英特格告啊。那这家公司做的是跟英特格一样的东西啊，对不对？还没出货，股价已经涨翻天了。但是我告诉你，我不敢买，对不对？我带我会员买的股票是3131的宏硕，对不对？3587的宏康，宏。拢昂吉吉啊，听起来非常非常什么，非常的喜气洋洋，对不对 ？OK 的，好不好？都我想公开给你看都没有关系。那我就有些会员会抗议，不过我觉得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真的，我所有的进出光给你看，我觉得我不在意啊，我不怕你知道，因为我们不是那种做法，投资朋友。我相信今天一定会有人告诉你什么，他们哇，他们嘉登赚多少钱？那有意义吗？前几天不是一堆人告诉你他美食赚很多钱吗？投资朋友。我也跟大家讲过啊，对不对？这种股票我不玩了。我们之前带会员在美食赚了大钱，70几块，110几块出吧，我没有记错，我没有出到120元，一一几出的，没有出到120元，对不对？我再也不玩这档股票了，有一些理由，我这边不想讲，
反正你们自己去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我礼拜一，上礼拜我坐这个台湾大车队的这个车子，哦，对，那个美食现在有一个美食跟爱威群合作有一个药啊，治痔疮的，沈玉琳代言的，对不对？我忘了不知道有没有效啊，因为我没有痔疮啊，对不对？我很想买一罐来送给最近说有痔疮那个人啊，什么得民调者得痔疮，我说真的，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些什么啦，对不对？这不重要，这不重要，好不好？这不重要。再来回到我们在昨天讲的东西，投资朋友，我昨天晚上跟大家讲的，对不对？昨天的电脑不知道为什么，你们看到这个嘴型对不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就是我讲的嘛，对不对？这是我在股市周报里面讲的内容，对不对？智慧机的现况，先前连续3年衰退，今年预计怎么样？重返成长？为什么？因为5G 手机，这是 IDC 的研究，这不是我李冠清的研究。李冠清研究你可以不要相信，对不对？这是 IDC 的研究，好不好？5G 浪潮，中国市场快速发展，成为5G 主要市场，对不对？其他市场什么什么一大堆 5G 成长，对不对？这些东西都跟你讲过了。今天媒体新闻也有一模一样 ，IDC 的报告其实是上礼拜就出来了，对不对？大陆明年5G 手机出货大爆发。对不对？三大电信业者11月1日正式推出5G 服务，是不是跟我讲的都一模一样？不是我，不是他抄我的啦，对不对？是我抄别人的，他们也抄别人的，就类似这样子。因为这部分哦 ，ID 看 IDC 看 IDC 来来来，哎，这是不是跟我讲的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？他们不可能看了我的节目才写这一段，因为这是11月27日就出来的东西，对不对？哦，怎么中国怎么样怎样，中国怎样做，我就不多讲了。你自己去看就好了，对不对？ 5G 怎么样 ？Mate 版30怎么样？哦，一大堆 IDC 指出，对不对？ 5G 网络建设怎么样？都在跟我讲的都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家引用的报告都一样，都是科技新报那篇文章，对不对？那我也跟你提到什么？射频元件，对不对？当时呢，你可以知道射频元件里面有个东西叫滤波器啊，不管是 BAW 或所谓的 SO 啊，对不对？这部分谁在做？你知道吗？就是在那边做石英元件厂的嘛，台加硕、加高，还有谁？经济啊，对不对？还有谁？其实华新科也有在做啊，投资朋友。我昨天节目是跟大家讲华新科啊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他也在做售啊，对不对？是你不晓得嘛？是你不晓得，好不好？是你不晓得，对不对？整个射频元件的售这部分啊，哦，这个所谓的一个 SO filter 这部分，现在市占第一名是谁？是穆拉塔春田制作所，对不对？那春田制作所11月1日跟台加硕签约。介绍客户给台加硕，让你去代工。虽然说台加硕我是做个短线，我今天冲上去，我们看到爆料，我们就叫会员走掉了。不过其实中长线还是值得看好台加硕跟经济这部分，因为5G 的使用量，不管是石英元件或者是所谓的一个这个滤波器啊，都是比4G 还要多，对不对？我这本都不解释了，这个我写在礼拜五，写在我们的这个没有人在看的周报里面嘛。我不是跟大家讲台加硕加高，对不对？经济，对不对？写的那么明明白白，还有什么？大真空啊，大家看一看大真空，我们给大家看一下哦，大真空，大真空今天早上继续大涨啊，对不对？今天早上继续大涨啊，继续起啊，你看没？大真空今天起8.38%，对不对？你不得不佩服，其实最早讲大真空是谁？不是我啊，是封开品欸，对不对？所以封开品今天讲什么大日本凸版你就知道了。其实我带有在看他节目嘛，对不对？大日本凸版有什么81这个8105的这个邻居嘛，不过说真的那比较牵强一点哦。不过当然是不是母以子贵怎么样，这你自己去看就好，这我们不多讲，因为我们没有在会员买大真空，我们是短线做一下台加硕而已，对不对？那你跟大家讲到这个哦，来给大家看，对不对？包括什么这个新闻，这很有意思你知道吗？今天写这个新闻叫做伺服器版第四季需求看增，今天跌最凶的一档股票叫做8155的博智，对，你继续往下看就知道，这我之前讲过了，哦，我没有贴那一段。其实博智就是做伺服器版的，但今天跌下来不代表需求不大，而是怎么样？因为你知我知大家都知道啊，而且博智现在涨那么多了，对不对？反倒你要注意到什么？这些做伺服器周边的，那他这什么？这印刷电路板协会里面告诉你。全球伺服器出货量季增 11.2%， 你光看微影就知道了嘛，这个不用问我吧，对不对？优于原先小幅度预期衰退的预期，并且恢复年成长，对上半年受影响的伺服器板有提升作用。它里面讲的是板，但是整体伺服器来讲，哎，是整个都全部提升的嘛，对不对？整个都全部提升，那内容给大家自己看就好，我懒得多讲什么，我主要跟大家讲，这是我10月20日就已经讲了，其实我讲了很多次，伺服器这部分资本支出开始要大增了。
只是你有没有看见？你没看见啊，对不对？你不把微影当一回事，我们当初跟大家讲微影的时候，多久以前了？投资朋友，300块啊，投资朋友，哎，这股票是我们今年操作的，对不对？操作的标准范例之一啊，对不对？微影嘛，6669嘛，对不对？我也跟大家讲过什么2382的什么广达嘛，投资朋友，这一波段讲在这里啊，不就讲在这里吗？21、22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就讲在这里的时候嘛，都跟大家讲过了，这都是伺服器概念股，甚至包括。如果要再谈到 加上 AI 的话，对不对？包括什么3231的伟创 AI 部分，其实前波也都涨了一大段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回档真的是，我觉得真的不错。你看到为什么今天跌不下来？一定有人看到它的伺服器啊，有人看到它的一个这个未来 AI 的部分。好，我们今天不多浪费时间。企业资本支出，你看到明年，制药中心从负的3.5%变正的2.7%，成长幅度很大吧？对不对？甚至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提到哦，制药中心的加速建制，思科的全球云端指数报告说明年的超大型伺服器啊，对不对？今年突破了500个，明年可以达到570个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2021年有628个，将占所有制药中心的伺服器有53%，整个需求都来了，对不对？那我跟他提到这些零组件里面，我刚刚提到像815的博智，这帮啊，对不对？秦城8210的秦城做什么？做机壳的。其实啊，投资朋友，这家以前也做机壳，但现在不知道做什么，我不知道啊。基本上没这上话，我们怎样？这姐夫推荐的嘛，这姐夫推荐的股票啊 ，Jeff Zhang 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都认识他、啊。这姐夫推荐的股票，基本上这上话我们怎样？之前说什么接了苹果订单可以赚多少钱，我都从来不相信呢、啊，我从来没有相信过，对不对？我不认识徐启峰，我也不认识，反正这是姐夫推荐的股票，姐夫。为关节挂得非常的大，我不要讲是谁，好不好 ？Jeff Zhang 哦，有人都认识他，我们就不多讲了，对不对？你还不如回头去看看伺服器的正威跟反甲。其实我讲过很多很多次了，从他还没涨我就讲了，讲上去之后，哎、欸，他又掉下来了。投资朋友，我们就来看一下正威好了，对不对？投资朋友，其实正威你看这一波段最高冲到48.4，当天投信是大买特买，结果呢，这些投信啊真的是撩不要紧啊。11月13日最低点41.7停损出来的，就是他们。你要我说他们白痴还是什么的吗？对不对？不要这样讲嘛，对不对？人家有些人也是喝过洋墨水，只是他们看不懂股价嘛。48你愿意去追，反而是砍在41.7。哎，最近止跌了哦，对不对？最近止跌了、哦，包括3526的反甲也是一样。反甲这一波跌下来原因是什么？因为十月份营收不好，你看到十月份营收忽然从2亿跳到1亿6千多万，正威是没有理由的，正威营收还往上走，结果人家还在砍下来，对不对？反甲至少是有理由说营收不好掉下来。不过我跟大家讲，反甲之前法人座谈会就有提到了，哎，他今年真的不错，他今年可以有机会赚到6块钱，哎，对不对？有没有说6块钱？去年赚5.23而已，今年要赚6块钱哦。而且他有说他会把百分之八十拿出来配现金，然后这个资本公积如果有办法再配1块，他去年是这样配的。你看他去年这样配，对不对？去年你看到现金配了5.2，其中有1块钱是资本公积拿出来配的，因为他手上现金满满的，对不对？这公司的经营的方式算是比较稍微保守一点方式的经营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很不错。你看到第三季，对不对？其实说第三季这两家公司，哦，这个不准，这不准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楼上是准的啦，楼上是准的，但是不准。他第三季赚2块多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这个3Q 是多少？4.14嘛，没有错嘛。这个大家可以看得出来，3Q 4.14，第三季赚2块多。2392的正威其实上半年不好，可是怎么样？第三季也赚2块多。为什么？都是因为伺服器把他们整个带旺起来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大家懂吧？这东西其实我认为。都是接下来我准备去买的股票之一啊，他们今天没什么跌，怪我、欸、对不对？我也没有办法。但是我认为这些公司其实包括毛利率部分，尤其是像是正威部分，正威过去啊真的是被立讯压着打。那立讯就是今天大家都会讲的那个什么那个宣德嘛，被立讯压着打，因为很多单子立讯拿走了。可是正威开始切入 5G 的伺服器资料中心。里面有些什么高速传输线，对不对？他已经获得美系大厂订单。另外反甲部分，反甲就怎么样？去美化，中国大陆跟他订货，跟谁订？订什么？联想、浪潮、曙光都积极拉货。其实这家公司也是因为联想跟浪潮啊，这家公司大客户叫浪潮，叫秦城。大家记不记得当初我们跟大家讲，买来参加除夕，对不对？不会赔钱的，就是这家公司秦城。但是说现在已经80几块，我很难帮你判断，
已经七八十块了。之后做拍马力供，当初跟你讲的时候，股价多少钱？在这里啊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啊，除息前嘛，六十几块钱而已嘛，它涨了二十几块钱了。你有没有赚到？对不对？或许它也是没赚到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公开放送给你的，你有没有赚到？没有。为什么？有人骂我干话王啊，对不对？谁才是干话王？说真的，跟那些我不好意思把名字讲出来，跟那些人比起来，谁才是干话王？我们所有的操作有凭有据，我甚至掀开给你看都没关系。没有人敢在11月18日告诉你去买茂林的，那个人就是我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人敢在100元公开告诉你，投资朋友，我说我没有关系啊，对不对？宏杰科100元以下可以买，我公开告诉你了，最低不是100、投资朋友，这一天你看清楚一点哦。这一天最低是92，我还可以公开跟你预告，投资朋友，你不要小看3037，今天看起来很难看，什么跌破季线什么等等，我告诉你，我要开始准备下一次的买点了。上次来到50元，我已经跟大家提醒大家，不用再追了嘛，对不对？尤其如果当你的成本这么低的时候，投资朋友，如果你成本37块，你干嘛去追50的？但是这一波下来，对不对？假设明年还要再上去的时候，什么点可以切入？我希望你赶快把握这个机会，不要让我们，对不对？我今天在我们的 Light 上面，在生活圈写的，不要让你说最后只能看到，根本连我会员的车尾都看不到。从建设新兴到华通、宏杰科，包括到茂林，哎，莫名其妙年终前忽然跟你冒出一个四成来，对不对？我希望我们的年终大冲刺，你能够赶上我们的这个上车机会。祝大家操作顺利。